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一场讲座，那我们请到翁明伟来为我们介绍西加加斯因为和与下个脸的面大国公民的节目的新上故事的对方的作品与这个 Never Be Over 的新闻。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别人把权利的事情逼出去了。
当然我们假设你的骗人方式是这样，但不一样的在这一次的那个。好，那我们讲到 memory map order， 那我先从为什么会发生 memory 这件事情说起。这个是一段的 assembly， 那 A B C D 它的执行顺序有可能是一般系列，其实是我们因为你不同的 CPU 的架构之下，它有可能会先跑 B B， 然后再跑系列。那这样就造成什么结果？造成这个 E A X 在P 这个 E A X 在 P 1它的结果都是一样。那这样子的测试，其实我们测过大概100万次。如果你加了一个 memory failure 的话，100万次大概会出现2次。可是如果你没有加的话，100万次也只是出现了几千到几百次而已。这个会让换很多事情。如果我们要去做测试，只测1万次，这个东西就上线。那到了客户那边才发现。做人会重复的，容易造成。那我们刚刚说到，大家不同行动有不一样的行为，那我们下面会碰到的提到，他们多的时候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数据执行。那关于很多的，还有针对说是扣损和 assembly 的这个过程，就是那 CPU 在执行扣损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模板。那如果把所有的融合包都关掉，都停止它的话，当然也可以跑，但是这样会跑得慢。所以我们会用 memory order 的方式来增加对它的执行的，memory access 的这个控制。那为什么会有 order order？ 就是我们从 input 来看，两个 instruction 它大概它要执行8个 cycle。如果 order order 的话，它可以执行。这样到这样的速度执行，所以说不用只等到第二个超群，等到第一个超群都两个之后，再执行下一个。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当我执行也是 Q2 的时候，它可能上一个还需要写。如果我那个时候我需要它写这个结果的话，那 Q2 的结执行的结果就会是对错，这样发生的几率。但是说还是没有出现。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从后面的波对波的，其实跟它执行上面执行之后的数据性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要现在要是在写的时候，我刚看到设置这里，那如果我们现在要现在要是准备波在写的话，它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 default 的 memory order， 等一下我会提到它 default 的 memory order 是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让它一样。那我这边用到的一个出现在一起的像 sequence control， 它其实就是你程式看起来的程式码的数据，它只不过在其他大的文件里面这样写。好，那我们接下来看 C++ 它怎么 control。我们现在可以对它的词怎么样形容？好，那它的这一章已经有讲到对它的词，比方说现在我也知道两个词对，那其中有一个它不是有它的读取，然后而且这两个在读取的一个词的时候，它本身不一样。并没有一个太多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说其中一条索引，它的文字在前面，然后另外一个文写的在前面，然后在后面。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不见得是照着一些数据发生，它就会发生我们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写的执行就有，这个就是data loss。那我们现在，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叫做 simulation calculation 跟 timing calculation。那我们等一下讲到 simulation calculation 这个时候 ，simulation 的时候，它其实它对每一个执行区，然后做一个改变。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东西，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要对每一个执行区做改变的话，
是我玩的这个职业训练组，包括每个职业训练的写作动作都是拿手在拿起一手板。那你就要看到这样子的运动的跟许太郎的一个比较快的反应。那一个他们团队是比较困难的，还包括建立这样子的跟所有的关系。我们今天看到前面许的就是代谢的概念，他第二几种腾讯跟努力词，腾讯跟努力词呢，这个其实就是像在看那个会议的时候会用到。那我们注意一下，这边其实没有这个努力词，没有看到这个努力词，因为努力词它非常特殊，它并不是一个常规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我们用了我们教练标记，我们这个标记它是这个第二十的话，它并不会在每一个程序之间做，这是一个特别的因素。也就是说，看到的快乐历史的序跟快乐历史的序列，涵盖了跟那个某种关系来的因素，除了这种，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就刚刚说的第二场的选项，虽然是有帮助，但是它不是，就是说它在的时候不会对，它不会认同的自己去做这个部分的。这段是来自于其他家的。那你刚我说到他有一种 MMO 的他会认为的事情去做，那如果我们用的是这个 MMO 的话，其实是有效果，那他就有一个事情去里面就是做你要只会玩的事情，这一段也是在这里时间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因为它会维持所有的进步，所以这效果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为的就是这三个。那这三个比较不在为什么呢？这一块看到这三个东西吗？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Plus， 它其实它就是说它不一样。我们看这几行，我们想想，它之前的结果，它在这两个执行去买下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打完跟打中是四十，最坏就是来自于现在下市的生活待遇，一切都不是。那我们看到，我会觉得它不会发生，打完没打中是四十的情况，遇到失去的情况，它不会发生。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用这个电脑，它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他的指数是全部这样，所以他就让达万努力的做事情42，这个结果起来应该不会是我希望看到的。好，那我们接着带入到他们的这个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单子，我看到这个漏洞。这个漏洞本身没有错，它就是它没有完的虚。你知道为什么西瓜石的图案里面看到绷带的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是它把这个带的意思变成虚。我们可能会开，会让自己虚，它就变成虚。那如果我们看到腾讯这个东西的时候，现在当我们到腾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不学那一个动作没完成，那在腾讯的时候是不是学到那学到的意思？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两个常规的情况，我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他们很多学生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他会
这个防守他经常会跟另外一起上去，就是他会一直在一个位置，当不一样的位置，他的被动位置，他那个直接被洗进去，他可以做，他可以做更多的动作。然后在布斯的一样，这个动作并不是更快，他用的是一个把棒子放到一个棒子取到这个球里面，然后比较细。所以我们班就用这个。那我们现在讲这样的成功的情况。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一个不许跟一个跟这个球队的？那假如说我们不想进行去攻击，在不许的时候，那如果你用的快一点，你说你做的很快。然后我们建议你们想要每一次在做很快的时候，都会把眉毛直下去。你们一个人一时的把眉毛去，通常都做喜剧的时候，你们用这一个，如果用这个，就可以看一下。然Thank you.
我刚刚对跟妈妈有了解过，现在在重新看这一个，就是比较知道为什么要加彼此，为什么要加彼此。我觉得这个比较需要大家注意。今天就像讲完之后，就像前面问一个，不想提一个请求，就讲到一个答案，这个就在组织。我说你需要什么答案？其实我觉得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大部分难度比较比较难。就是如果我在工作中把其他大家都分到起来写的话，我是会表现。用这个方式来想，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有做过实验，就是从遇到的公司的工作，就通过通过那个评分的方式来到我的上班。那我们再一次谢谢各位。